好了。看好了，车应该这么瞧。你也来试试。其实不难，我们都会观察，有人会把它记下来，并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成为独特的个人。所以大胆去跳，把生活中那些闪亮的瞬间变成你的创作。阿雅有没有联系过你？没有啊，怎么了？这家伙还没到。阿达高分，你来去过呢？现在怎么办？那也只能上了。啊 ，Kita， 别提了 ，Let's go。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帅的法子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是我的样子不用矜持走路带着风向的太空想法很不同表情呆萌不管中不中也拒绝雷同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说的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跑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 消极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全部揉成一团来个宇宙全雷达、hey!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莫敌的盖世神功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追求梦想的超级英雄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像被电击中一样疯狂喜欢上某个人某件事，可能外人看来你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但你知道全新的未来已经开始。年轻时不懂梦想，总觉得生活处处都是阻力。年轻时最懂梦想，可以为你喜欢的人和事单枪匹马。青春是什么？除了敢于世界为敌的魄力以外，还要带着激情去做自己喜欢的，过好每一天。当然更重要的是谁陪你过每一天。